How about Malaysia? You want to go with us? More for the British. We talk. Yes, Dave. My very good for you. Blue. Because I know many Malaysian Chinese. Well, maybe it's a Saturday. Bring one. No, you should go to Malaysia. Tonight maybe two people can because Friday, you know. But yesterday, very good woman. Yeah, I don't know why. It's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and high education, but never married before. Many. It's a little bit strange, but it's a truth. Many Malaysian Chinese women, no husband. Many Chinese guys immigrant to other countries. Many Malaysian Chinese women, they have no husband. Go to the Hong Kong. Very good for you. Because the Chinese woman, very traditional. Keep the tradition very good. Better than China. You know, Confucius. I want to see my friend. Yeah. Okay, in Hong Kong. They are classic Confucius. Now you can go, but there. The woman thinks the man is. If you visit someone. That woman. No. Okay. Not for me. So if you marry a Malaysian Chinese woman, they will treat you like a king. Really? Yeah. 2 years. This just what we want. So you should go with me. maybe we go. I don't know. I can't say yes and then I say no. We discuss about it. Yeah, it's a big. 今天跟澳洲大叔又在喝咖啡啊，喝咖啡的时候我就聊到我们家最近的计划啊，下个月准备自驾马来西亚啊，我突然发现啊，他对马来西亚也挺感兴趣的。我当时突然有一个念头啊，就说为什么不把澳洲大叔带着一起去自驾马来西亚？这样的话我旅途啊，也没那么辛苦啊，因为我老婆不会开车啊，长途自驾啊，1-2000公里啊，都是我一个人开，啊，就是比较辛苦啊。另外，澳洲大叔在嘛，他人又比较风趣啊，跟他在一起的话也比较有乐趣啊，所以说我就说，哎，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然后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提议哈还是挺感兴趣的，当然哈，我也在打消他的顾虑哈，因为他担心跟我两个小孩在一起，就是太吵闹了，小孩太顽皮了，因为澳洲大叔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啊。他对小孩的耐心也不是那么足够啊，我知道以他的性格啊，跟我们家的两个小孩在一起，估计2天时间他可能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就告诉他，你实际上是行动自由的，你随时想离开哈，自己走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可以约好，比如说在下一站哈，我们在哪个地方碰头，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分享一下你在马来西亚沿途的一个见闻哈，就 OK 了啊。其实我真正的用意哈，我是想带澳洲大叔去马来西亚，然后顺便哈、解决他的个人问题。虽然澳洲大叔看着像一个花花公子一样，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深处啊，他对那种真感情还是非常渴望的，他还是希望能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关系哈、包括结婚都没问题哈、包括他以前有一个泰国女朋友啊，她实际上是真的是动了真感情啊，她甚至想跟这个女朋友结婚啊，还带女朋友回澳洲，都回了好几次啊，当然后来这个女朋友也让她非常伤心失望啊，所以导致到她现在对所有的泰国女性啊都失望了，她说她明年她准备回澳洲了啊，有可能一去就不回来了，有可能就是长期住在澳洲，偶尔到泰国来度度假啊。我突然想到哈，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性也许对于澳洲大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去过马来西亚很多次，有在那边有很多华人女性的朋友啊，也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啊，我知道在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啊存在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吧，可以说是，实际上这个社会问题啊在整个东亚社会都是存在的，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哈、就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啊，然后又是知识女性啊，又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但是这一部分女性啊，她们就很难找到配偶啊。我认识的华人女性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包括在吉隆坡我认识的这两位华人女性啊，她们自己开了那种特种旅游公司她们俩都
是单身女性啊，都没结过婚。她有很多朋友情况完全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知道啊，在吉隆坡华人女性群体里面啊，那种未婚单身大龄女青年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啊。甚至我在太平市认识的那位华人大哥啊，他的女儿也是在吉隆坡工作，情况跟这两位华人女士完全一模一样啊，也是可能30多40了吧，啊，也是没有结婚啊，一直独身啊，一直在吉隆坡生活。以前哈，我实际上也跟他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哈？他们的解释的话，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整个国家人口都不多哈，总体才3000万人口啊，但是分成三大族裔哈，就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相互之间是非常少通婚的，所以说华人基本上都在华人内部进行通婚，但是呢，华人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在任何一个社会实际上都在经济上都处于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的选择范围更大他们可以去找外部世界的，比如说找中国大陆的、找台湾的、找香港的这些泰国的，所以他们的选择范围更广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因就是所有社会里面那种大龄单身女青年他们就是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男人他如果比较优秀的话他找他的配偶他不一定要找一个跟自己文化程度什么家世背景非常匹配的，他可以找一个哪怕高中毕业但是长得漂亮的一般男性他对这方面他选择面是很大的，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的话，她选择她的配偶往往就需要找一个跟自己比较匹配的，比如她大学毕业生她很少会选择一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对女性来说她的选择范围这是天然的就是比男性狭窄很多实际上在我老婆他们那个同学圈也看得出来因为他们那个海陆丰地区都已经是中国女性最保守的一个区域但是现在他们的同学里面也有很多没有结婚的因为那些女孩子她受了高等的教育了以后她往往就看不上那些比如说高中毕业生的男性的同龄人这样的话就导致他们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就很难选择到配偶，等他们年纪大了就越来越难了，最后就剩下来了。其实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在吉隆坡的这两位华人女性朋友还向我提了一个建议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做旅游的嘛，组织那种特种旅游团比如说组织马来西亚游客组织一个小团可能就10个人或者有时候不到10个人就是去那种特种的线路，有时候比如说去川西高原、去青藏高原那种。他说与其这样，我要不然下一次就组织一个相亲团就是马来西亚的单身华人女性，然后这一次到中国不是去游览名山大川这一次目的很简单就是来相亲的，但是呢需要我在成都组织一批单身男性青年并且要求素质比较高的我当时对这个提议还是觉得挺感兴趣但是我仔细环顾了一下我周围的那种朋友男性朋友大多数都是结婚的没结婚的都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另外的话，因为我在成都的那个交际面也是非常窄当时又没做自媒体如果现在我做自媒体以后，有可能还是有机会但是在当时我确实很难组织到跟那个优秀的华人女性群体相匹配的在成都的未婚优质男生当时确实找不到所以说这个计划就泡汤了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那些华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特别适合于澳洲大叔因为澳洲大叔的个性我也比较清楚他实际上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如果是找泰国的女性或者是澳洲的女性，我觉得他肯定生活中会有很大的一些摩擦但是具有中国最传统最原教旨主义的那种儒家思想的保存最好的华人群体，我觉得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了因为他们在家庭里面应该是对自己的丈夫应该是比较尊重的吧所以澳洲大叔的话应该是能享受到那种男人的那种自尊另外一点的话，澳洲大叔比较忌讳的也是他在泰国遭遇最多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只是想贪图他的钱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因为马来西亚本来啊经济条件跟泰国是不可同日而语啊，特别是华人群体啊，往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大龄单身女青年啊，他们往往的家庭都是比较富裕的。我不敢说每个人都很有钱，但是至少找到有钱人家庭出来的姑娘啊，那种概率是比较高的啊。说不定别人比澳洲大叔都更有钱啊，所以更不可能是贪图他的钱财了啊。当然啊，他的澳洲的背景也是他的一个加分项啊。我知道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啊，包括像新加坡的华人群体啊，他们最理想的移民的国家啊，就是澳大利亚，不是什么英国，不是什么美国、加拿大，就是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离他们非常近啊，并且澳大利亚的气候条件啊，这些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啊。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啊，越想哈、啊，觉得澳洲大叔越适合去马来西亚啊，在那里找到一个华人女朋友啊，或者是找一个华人太太啊，以后说不定就在马来西亚、啊、安居乐业了啊。这样的话，我到时候的邻居哈、啊、还是澳洲大叔，那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一定要啊尽力去把它除尘哈、啊。这一次自驾马来西亚，最好是能带上澳洲大叔一起啊，到时候拍视频的话，素材也会更多。好，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哈、啊，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的这个想法你觉得可不可行啊？带着一个西方老外跟我们全家一起去自驾旅行，我知道像那种长途旅行哈、啊，哪怕情侣都会闹掰哈、啊。更何况是带一个西方的一个老外哈，大家觉得可不可行哈、啊？希望能看到你的评论。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